当豪横的火箭熊遇上尊贵的龙妈时，一向嚣张的吉祥物吓得手中的咖啡都掉了，立马行跪拜之礼。这滑稽的一幕也让龙妈害羞的捂住脸。当詹姆斯去学校观看儿子比赛时，这个不懂球的家长在场边看到别人家孩子扣篮后，激动的把自己的鞋子都给蹦掉了。而一旁的詹嫂则是一脸嫌弃的表情，仿佛在说自己儿子进球都没这么开心过。当杜兰特看到小球迷在吃薯片时，脸皮厚的杜小帅竟然直接上手去拿，而且还不忘蘸点酱一起吃，小球迷一脸嫌弃的走回座位，心想这屌丝连小孩子的零食也要抢。当 Kiss 镜头给到观众席的这位大哥时，一旁的女球迷连连摇头表示不行。随后他便从口袋中拿出锦囊妙计，这是我的妹妹，我们不能亲亲。不得不说这位大哥真的是有备而来。当400斤的奥尼尔被小土豆偷袭后，隔扣成功的小土豆拔腿就跑，然而莫能抓住他的奥胖对着镜头信誓旦旦的表示等会就是耶稣来了都救不了他。随后画面一转，小土豆的屁股就被奥尼尔58码的大鞋走开了花。